名啊，就是东西南北中。我们东方呢，就是东名，东名东风驾驭雄风，风行千秋的哈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东边就是两伞是绿色的，其实是东方。再来红色的呢，是代表南方南名，南南名为什么是红色的呢？在是天干里面的南名拼命上火，火是上红色的哦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南名就是红色的。那再来白色的呢是山崖，山崖在是天干里面呢，啊，金金啊，金星上金啊，金是白色的，啊，白色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山崖是白色的。再来黑色的是北方啊，就是北崖，北崖临开上水，啊，水是上乌色的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在我们的五行里面呢，啊，我们的北崖是乌色的，中崖啊，中崖木气上土啊，土是上乌色的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五方两伞，就是代表着那个东西南北中五行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进行的是咱哦，那个我们的五行呢，哈，正在进行就是咱的安牙来动作，好来进行缠内。啊，虽然呢，太初阳宫呢，对着那个五方罗伞呢来进行，给咱表弟进行安牙哈。那现在呢，咱的五方罗伞呢，以我们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进行缠内哦。代表着我们的五行哈，就是金木水火土哈，所以他们刚刚运行的方式跟我们的五行运行的方式是一样的哈。好，我们给我们五方罗伞热情掌声。再来是咱土国宫，咱的五爷新君令代表的咱土国宫洪玉子大天出手中端万岁，咱的五爷哈，咱的新君哈，就是咱的新君令顶头有一支宝剑已经定期哈。啊，控制着统领着咱五爷哦，沿途来护持着咱所有信众哈。咱的五爷呢，有分做内五爷甲外五爷。内五爷呢，四爷的统帅呢，就是咱温坑八雕四代万岁。中爷统领万岁呢，就是咱统国宫的主席，就是咱的中华万岁。啊，外五爷呢，咱的统兵万岁呢，啊，统兵万岁是由咱。肃姓者啊，张萧老年啊，肃姓者肃代将军啊，来统领着咱的外五爷。所以呢，咱看到的呢啊，咱的五爷军呢啊，就是东西南北中五爷呢，随着咱太子爷公这次呢来做暗访五爷暗访的活动，沿路来保护着咱所有信众的安全，也顾着咱所有领头咱团队的安全。那在咱的五爷除了顾咱所有信众安全了，主要嘛是来协助咱太岁阿公沿路来巡视暗访人间，来巡查地方，来净化着每一个路口，和咱每一个路口啊，在太岁阿公的出巡巡视了后，会当地方安宁，啊，咱的走路换菜，合境空灵啦吼。主要呢，咱太岁阿公慈悲灵感。啊，消灾解厄，买单给咱台湾设计。所以呢，咱每一出夜巡呢，啊，太岁阿公呢，奉着咱玉皇上帝玉旨呢，啊，代天巡狩，啊，出巡，除了给咱地方所有净化了后呢，买素材、素方，给咱所有的啊神神代表。所以呢，参加着咱太岁阿公的活动啊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你伫网络上看直播，我你的心。啊，跟我们同在，或是呢，你身体力行呢，对着太岁阿公，压一天也好，压两天也好，压三天、压四天、压五天，小好是压五天哈。我们一路跟着太岁阿公的脚步，一步一脚印哈，一步一脚印。啊，对着太岁阿公哈，咱也在做压出健康、压出快乐、压出平安，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啊，那我们再说宗教层面，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有一个净化以及护持，我们所有的一个活动哈。
好，那再来，咱所有团队吼，咱搁伫